台湾选手杨宗桦，左，与谢正鹏，右，搭档出赛。资料照，记者黄志源社，记者梁伟明高雄报道。总奖金15万美元，约460万台币，加住宿招待的高雄海硕男网挑战赛。2015年双打夺冠小胖杨宗桦、谢正鹏强势出击，6比3、6比4力退前年起缔造二连霸的泰国第四种子酸菜兄弟拉提汪塔纳双胞胎 Songshat Sankari Reti Watana 胖鹏佩三连胜挺进决赛。周六适逢27岁生日的谢正鹏也正好用胜利来庆生国内球迷昵称为酸菜兄弟的泰国劲敌，近年多次访台参赛，2016年起更缔造赛事期间以来首见的双打卫冕。不过胖鹏佩维持本周高水准状态，连两盘都关键突破，一路压制，只花56分钟速战速决，直落二班倒老冤家，并与同胞组合王宇佐、许玉修会师决赛。请继续往下阅读。本届我国共两组双打人马杀入四强，周六也先后安抵决赛，地主提前笃定把双打冠军留下。